有粉，它的粉都粘到你的手上了。嗯。啊？粘到了。粘到了吧？是不是？我看，哎呦，你看它身上粉好多啊。嗯。你看蝴蝶身上是不是软软的？这样，蝴蝶有什么特点？你跟爸爸说。蝴蝶在身上很漂亮。它的两个翅膀上的纹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对呀、啊。它有几只脚？它头上有几只脚？这叫触角，张成，这叫触角，两个。那它脚有几只？你查查它的脚有几只？嗯。好像是。查一查。六。六个。Six. So now you know 它头上有两只脚，然后是真正的脚有六只，它有几只翅膀？你要观察呀、啊，两只吗？要，对，让它飞吧，孩子，飞吧飞吧。哎，好，不用管了，它自己，它得那个互扇互扇一下翅膀。不用管它，张总啊。它会飞走。会会会，它现在你翅膀给它弄伤了，有点。他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，知道吗，张？你看他的翅膀多漂亮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妈妈，这是第一次跟。你把翅膀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啊，你把他翅膀给弄折了，这个。是吗？这个。嗯，不小心，没事吗？嗯。没，那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他要飞了，不要碰他了，不要碰他了，孩子，让他飞吧。这样，你可以那个把这个手。抛到空中，然后他自己就飞起来。他现在还有点害怕。这样，这样。会飞的吗？行、yep。举高。耶、yeah。哇，他可能是。你让他自己再恢复。不要不要管他，孩子。你去看着他，他可能是有点伤着了，翅膀。嗯。没有过呀。他还需要恢复一下，他现在还没有缓过来。是他会飞的。我想他应该是会飞的，张。你是不是用帽子给他扣住的？嗯。I think so.